草不假，苏氏名姜芥，荆芥属银，气味荆、碎、辛、温，无毒，主治风热头痛。用荆芥碎、石膏等分为末，每服地我茶条下。风热牙痛，用荆芥根、乌臼根、葱根等分煎汤，随时寒数，小儿惊症，用荆芥碎二两，白矾半生半枯一两，共研为末，加糊做成丸子，如熟米大，朱砂为一，每服二十丸，姜汤下，一天服二次，一切偏风，口眼歪斜。用青荆芥一斤，青薄荷一斤，一起研烂，取汁浓煎成膏，加姜药渣汁掉三分之一，蒸三分之二，晒干为末，以膏和末做成丸子，如五子大，每服三十丸，白开水送下，早晚各服一次。中风口径，用荆芥碎研细，取二钱，酒送服，此方名荆芥散。产后中风，手足抽筋，脚弓反张，不省人事，用荆芥碎子微备为末，每服三钱，酒或同便送下。口近则挑齿灌入，齿紧则由鼻灌入，此方名华佗遇风散。还有如圣散、举青古拜散，亦即荆芥散之意。因举青切阴为荆，古拜切阴为芥，这是用切阴以语来为药方名等名。产后血眩、精神昏冒，用荆芥碎一两三钱，桃仁五钱，去皮煎炒，共研为末，每服三钱，水棒下，如喘，加杏仁，去皮煎炒，甘草炒各三钱。产后下痢，用荆芥碎四五枝，烧存性，不能触有火，烧好后加麝香少许，以热开水吊下。口鼻出血如泉涌，用荆芥烧存性，盐类，每服二钱，陈皮煎汤送下。二服可愈，吐血不止，用荆芥连根洗过，捣汁半碗服下，服干碎末亦可。右方，荆芥碎为末，生地黄汁调服二钱。尿血，用荆芥、素砂等分为末，每服三钱，糯米汤送下，一天服三次。血崩，和荆芥碎在麻油灯上烧焦，盐细，每服二钱，同便送下。治漏肿痛，用荆芥煮汤，每日洗痛处，大便下血，用荆芥炒为末，每服二钱，米汤送下，妇女酒送下。右方，荆芥二两，槐花一两，同炒，盐细，每服三钱，茶送下。裸粒溃烂，牵连到胸前两腋，结块大如茄子，用荆芥根下段剪碎，煎汤热洗，洗后见破烂处有紫黑点，以针刺破，让恶血流出，另用樟脑、雄黄等分为末，麻油调匀，扫烂处出水，次日洗过又扫，直至病愈。丁种猪毒，用荆芥一把，切细，加水五升，煮成一升，分为两次冷饮。各种疮芥，用荆芥研末，加地黄自然榨汁熬膏，调成丸子，如五子大，每服三五十丸，茶或酒送下。脚丫湿烂，用荆芥叶捣烂敷上。头目诸疾、眼疾、风气头痛、头昏目眩等，用荆芥碎为末，每服三钱，酒送下。小腹疾痛、龙闭不通，用荆芥、大黄等分为末，每服三钱，温水棒下。小便不通者，大内用量减半；大便不通者，荆芥用量减半。此方名捣涣。
散。复方金芥的功用是祛风解表、清热散瘀、破结块、消痈毒。李时珍称它是风病、血病、疮病的药。